哎、欸，哦，同伴还在，吓我一跳。我们来把这个雷狼龙抓起来吧。啊，不是这个雷狼龙，我们要去偷他的小孩。开战！人家是雷狼龙啊，不是雷神龙。冰属性。冰属性加成多少？其实我不知道。来，技巧 ，nice。哇、哦，433，不错哦，这伤害不错哦，有东西有东西，他应该要蓄电了吧？感觉他要蓄电了。他是要用哦，他在瞄准我。用也有这个烧伤，好烧伤。哎、欸，对技巧，哎、欸，他变技巧了，哭啊！那我再记一下，蓄电之前是那个是什么？蓄电之前是速度，然后蓄电之后会变技巧，然后超蓄电会变攻击。OK， 记起来了。回复一下。他应该要蓄电哦。啊，落雷。哇，那我觉得用以前那个捕尸会比较好哎、欸，以前那只会捕，现在变成只能我自己捕。我现在只变成我只能自己捕。哇，彗星一击，哦，看起来很痛哦。瞄准我，要用技巧。哎、欸，哦没有，速度。该你上了，轰隆！哦，应该放个那个技能再回来。Nice，Nice。哦，过半了，过半了。可以放大，先不要放，留着。快爆了吧？他招，他那个快爆了吧？他放招了，这个时候就是骑乘的时候了。他还没有放，那我就等下一把。哦，倒了。哦，倒的时候也是放招的时候，可以给他一个很大的输出。767，可以。因为倒的时候必定会血嘛，可以给他一个大输出。换红怪龙看看，文屁哦！254，不要再闻了。雷狼龙算好打，因为他不会乱出一些技能，像轰龙他就会乱出技能。
然后雷阳龙他都很规律的会正面对决，他如果不会正面对决的话，啊，完了，我忘记撒那个蓝色球，哦，好险没死，撒个蓝色球，蓝色球。他要打我了，不会死吧？好，没死，55%，喂 ，nice， 可以抓了，轻松啊，一次就成功，对不对？还没死嘞，一次成功，记得这个时候刷这个。刷这种东西啊，记得要先去储存一下，因为要用奇怪的话，怕他弄我。因为你这样才可以无限刷那个金。哦，谢，干吓我一跳！储存，我们要当卑鄙原之助。反正没有中就是回标题吧。哦，哦吼，帅哦！哦，金色了，来给我一个彩色。哇，没弹了，好吧，没弹了，那就独挡。来一个，哼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刚好没弹，哦，死个，666，哎呀，真的是第十遍哎，哇，你以后来我的台，你下次跟我讲第一遍，这样我就可以节省时间，哈哈。哦，好爽好爽，太六啦，666，闪亮的牙兽牙龙蛋，赶快回去开箱，我回去开箱，哎，回去开箱，换队伍咯，攻略，我会出超慢，来，气味非常好的雷狼龙。哦，干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像小狗狗，但是那个哈士奇。魔物猎人是一款魔物猎人五是一款抽卡游戏，哎，它的基因很好哎，还有彩基因，只是彩基因没有在中间，其实四四也没差啦。雷狼龙，随便，就随便叫。我是想表示他是彩蛋。哦，对，我要换队伍。他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雷狼龙是速度。OK， 果不其然，哇，驯龙已经换掉了。那人跟冰亚龙说拜拜。哇，冰妖龙好可怜啊，还没开始练就下去了。跳跃哦，梁龙会跳跃，赞啦！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蓝什么
蓝教哦，蓝丸。